谁敢谁先动的手？爸，罗姐，当时是你先打我的，我刚才不想打你，然后看到你打我了，然后就打你的。但是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主要是难过了。你回来注意，你躲得太快了，我要回去看见，然后我就拿到了。我怎么有这么灵魂啊？好了，哥哥休息，贝贝罚站。罚站。你什么时候心情平稳了，什么时候再跟我和气的说话啊？深呼吸。好，平稳点了吗？能平稳。嗯，好。你叫不叫？我说在这尿了。平稳了吗？这回？啊，平稳一会儿。越听到这件事，我越想哭。越提这件事越想哭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哥哥先动我的手的。一点的感情都没有。重来一遍。好，贝贝先来。对不起，没感情。抱抱小弟吧，看他哭得多伤心呢。抱抱。